近日有网友微博爆料，去年与董洁传出婚变的潘粤明和09年与哈林结束9年婚姻的伊能静交往甚密。他在微博称，与董洁婚变的潘粤明却与同一小区的近邻伊能静越走越近，两次三番被本刊拍到约会外出。上一次伊能静为潘粤明庆生，这一次伊能静更获潘粤明妈妈亲手送鲜花，两人是同命相连成知音，还是近水楼台发展新情缘？据了解，去年12月潘粤明董洁婚变传闻后，伊能静也在公开场合赞潘粤明人很好敬业，并呼吁大家都给他一些空间，不免让人猜疑他对潘粤明有好感。昨晚绯闻女主角伊能静在微博回应，当某些人在花时间对你指指点点时，你却将时间用来完成自己，不必多说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比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重要。这模糊的回应似乎在否认传闻的同时，也在暗示她不在乎外界的看法，会继续与潘粤明保持现有关系。对此，伊能静和潘粤明的绯闻有网友留言支持，都是婚姻出现变故，同病相怜，在一起吧，两人绝配。也有网友质疑，因为两人合演的电影即将上映，在戏中两人又有大量的对手戏，此消息难逃炒作嫌疑。